My name is Kyle Oberman， 我的中文名叫欧阳凯，我已经在中国探亲五年了。我在澳洲爱上了这里，中国的景色、文化和人。我会一直继续探索。Beautiful evening right now. Look at that. Wow, 太美了。Kind of got some altitude sickness. Beautiful sunset. Yeah, but it's kind of fun. 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，好像对它一无所知，不知道这里是否有多种多样，有多少东西在等着我发现。每个角落都像是新的东西，每次转身都有新的发现。这就是中国原来吸引我的原因。2004年，我拿到了北大孔子学院的奖学金，我是田径队第一个外国人，他们也帮我学到中文。我也在环境科学学院上课，在中国的天文做志愿者。然后毕业后，拿了背包和相机去探索。And that changed my life forever. 在我站那边，大多数人都说中国太拥挤，人太多，认识大自然太少，全部都是城市。But that's just not true. 干过出的五年，我看到了另外一面，更大的一面。我见过和认识的中国是无比美丽的。而我现在的使命就是用我的相机去分享它，探险它，保护它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走过了3个国家公园，20个保护区，还拍过100多个护林员。如果美丽中国值得他们的付出，那我也会尽力。喂，我们照的有没有野生动物？哇，大熊猫！哎，下一张，哎，你看，大熊猫！啊哇 ！Temperature is 6 degrees Celsius。现在很小，将来会很大。这里是地球上最美的地方之一，这边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我不禁想保护它。而且通过我的镜头，让全世界爱他的环境，爱他的人。我是个自然保护摄影师，来自美国，这是我的中国故事。